他那马上就长了鼻子，长了那鼻子，他去那个消防队说，他看耳朵很近视，老是说那耳朵鼻子。哎，老是不是，就是我看这个耳朵，你看你那个眼镜子上，你看我这耳朵这儿那说油膜，你听说？他看出来，哎呦，这个鼻子我好不舒服，干的不干净。你这耳朵是几岁？今年多少？嗯，有点软化了，但是还好，你好不厉害，你这不错。人家影响听力啊。嗯，像紫的头。我很亏，那不就是剩下一个耳朵了？哎呦，我头下来了，你寻思那么大影费？哎，这一块嘛，这个应该是压缩多积累的。对，害怕你。最少得五六年以上吧。哦。一般时间短，形成不这样。那家伙儿，这是油膜，那是好什么呢？耳朵拢不紧，牙边下耳钉。我给你看，这又一块。嗯。哦。这吃一块，这又一块。哦，这还是。我们家这个母的，嗯，背门的，他不是得背呢，也听见叫呢。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叫。哎，装修了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上了吧。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呢，吃哈。嗯。还有啥人呀？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都整好了。等十多分钟儿的，嗯，你要没处坐，你就在车上坐会儿。我要是就干什么钱儿的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。行，等十多分钟儿好啊。实在是有人在连。别说人，就是不是人，有啥病？嗯，全都耳朵，全都全耳朵多少有毛病，得做个保养。耳朵不做保养，嗯。我医院就麻烦，还得挂号闹钱儿。嗯，在医院了掏，他不给你在这掏着舒服，这没有疼痛感，那个那个东西给你吸还疼还害怕，咋这个不疼是吧？哎，我说。就是洗头洗脚，你这老越忙越捣蛋，嗯，习惯了还是算了。哦。对，你哥都看着耳朵都。不等一天一天睡觉。对。昨天一天洗，上天一天睡，一天洗两次。嗯。你好着呢。你这边怎么预防哎？我那个耳朵不放着呢。对呀，你不拿耳塞呀？不拿。小孩多，淘淘就是没东西淘淘也轻松呀。包一会儿多少钱呢？嗯，连淘带洗是60，你这。你这耳朵上都戴耳膜上压着了，还都嗡嗡响了吧？啊是。嗯，150，你这人做。垫着嘛那是。外边有家那表，他在这儿，我刚接下来。你这一个干啥？咱也是。哦，我说的，哎呀，就是。哦，就是，哎呦，我也不跟人家似的，嗯，咱主要是嘛，主要是好能日性，有的你看这节食啊，有的能坐好几十分钟，哦，麻烦，嗯，弄不动，弄不动，哎呀，太麻烦，有的一个人照着一个耳朵就40多分钟，有的他不是一个耳朵，他是俩耳朵，对，赶上有的那来了。哎呦，你没法给他掏，你知道吧？他来了，你我给你掏，不疼是不大爷？不疼。有的来了，他虚虚火火。哦。他给你打歪歪。嗯嗯嗯。这边小小点儿心，我老往一碰嘛碰。嗯，不疼。他们俩手攥着，是看你攥着拳头了。这里边上的有点药，嗯，你不用管它。嗯，这个做节食一次性，洗澡嗯，做出来就完，你甭管它就行。嗯，我给你上这药，你不能掏。洗头洗澡，你得堵上一星期的耳朵。这堵嘛，就羊子儿呗。羊子儿也行啊，那个卫生纸儿，堵上它，这样上没东西就行。哎。有的时候总是带着有点儿的，他躺着睡着了。干多得来日，我得把他给叫两声儿吧。哎，然后就多找一张床，干多的要是有人的时候，我哥那时候我也躺着。哎，行，嗯，你这肯定找这人没？
能坐着，不那么两把弹动，能躺住不坐住。他主要是当时躺挺舒服的，当时躺着嘞。哎，家人们看有的时候你不累的着吗？他们你想这些个东西，整道的多多少日子，他们也不好意思躺在外边。有时候他们来了以后，我正好在外边躺着，不能躺着。他又不好意思再躺。对。哎，你看我要放上多好的一张。红色的腰杆儿啊。赶紧的，总共有的时候灯放上，明天的。